这应该就是运送裴坤的推车。这地方竟然有座宫殿。不要轻信你眼中看到的一切。师父，真相到底是什么？你这傻子，他明明是在骗你。那又怎样？至少我不会骗他。为什么我的回梦丹会对你没有用？让你的春秋大梦见鬼去了！